我只是想跟你说，所有的恩怨都是可以被化解的。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一起解开你心中关于父亲的封印，让你可以真正的走出来，得到自由。在留校查看，可以。可是主子，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听命令的仆人，而且这里是我的厨房，我说了算。我压不乖，就先打过。没有什么问题，多我再立起大功就好。